虎跟你说，什么都能等，就是孝顺啊，是不能等的。我愚孝，帮着你犯罪，是不想让警察抓你，不想让黑道追杀你。我宁可他们来为难我，也不要为难你。文君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阿成。对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是秋霞。秋霞是你阿姨耶，你是我生的，我还会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是谁啊？妈，陈文君，警察。我不是你儿子，我跟文斌一样，都只是你的棋子。倘若失去任何一个，就等于断了爸爸的一条胳膊，爸爸的心会很痛。真实的身份叫做赵丹青，对，查真实的身份。不用了，从我的指纹里面，你们找不到任何资料。我叫谢太原。我应该叫你谢太原。那我应该叫你陈文君喽。如果是要替严文君报仇，你找错人。我是无辜的，我妈跟这整件事情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谢太原，陈文君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你妈的失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